湖湖那个吗？可是从这边看怎么都不像是有的呢？没有吧，我已经看了他已经三分之一了。好啦，他确实是没有啦，对吧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削你皮！再六分钟就要开创造了，呜、哦，尊严呢？只想被我削皮。哦，你早半小时哦。好好好好。我觉得下次就是阿米狗开一个，就是找蜜蜂大赛，类似这种。也不是啊，应该同乐的时候嘛，大家都是生存模式，开始冲找蜜蜂。不是啊，一开始就找到了，结果哦，好生气，嗯，去死啦！这边就是森林的没有了啦，不是吧？那边还有，那边还有，那边还有，这边还有，还有希望，还有希望。会压底线呢？会不会压底线呢？找个蜂窝，找到中蜂，我也是很强啊！没机会啦！然后因为延迟没看到我的留言，有什么办法？哎，我这是调零延迟哎，他就还是要给我用延迟啊。我那个延迟勾勾也取消掉了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。突然怀念以前低延迟，可是我也很久没低延迟啦、啊。我之前在 YT 推取开的，也都是延迟大概还有十秒左右吧，就很羡慕那种延迟只有一秒两秒的、欸。也不是我电脑问题呀、啊，网络问题，我也升到300Mbps啦。哇哇！尊严倒数，哎、欸，他也会中毒哦，可以的吧？蜜蜂过来，蜜蜂，到了，你怎么不早点毒死我，小黑猫？好吧，这只蜜蜂，哎、欸，小黑猫，让我砍砍，让我砍砍，好，你这样叫了就饶过你吧。那刚刚那只蜜蜂的刺长在头上啊，你没发现吗？它刺那么尖。找不到。问题是，我刚刚只扣了一点点血量啊！那是蜜蜂，我不该杀了它。我刚该死回去，然后从那边开始找，说你们说我漏掉的地方哈。哎、欸，就不要刚开创造的几秒钟就找到、哦，我一定关台哦。哎、欸，重点是拿到不祥之兆之后没遇到村庄哎、欸，你就看我多气了，有机会了吗？
看来幸运女神想让我触发不祥之兆啊！不要，不，唔通啊！不要啊！才刚讲完啊，有没有那么乌鸦嘴的啦？有没有这么夸张？我绕一下哈，开创造不？再让我坚持把这边绕完，我还是要有一点尊严在吧？看来尊严、尊严、尊严、尊严没啦！你就不要疯魔给我长在树林里面了，我已经气死了！不，村庄里面哦，就不是被蜜蜂咬死，是被那个掠夺者打死。好，那棵树没有，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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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棵树没有。我绕边边，绕边边，绕边边，绕边边。突袭！嗯，酸哦！快跑哦！快跑哦！跑远一点了。好啦，看来，看来。我们要把尊严放一边了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我可以的，但幸运女神突然笑了一下，又把嘴角弯回去了。幸运女神，为什么不再笑一笑呢？我不信，长也太像蜂窝了吧！我下次生存一定要把这个插在树上，我气死！我跟你们讲。好啦，切了啦。这个吧，好。来来来，我们找。可是要怎么找啊？不是啊，重点是如果切这个还找不到，不是笑死人。我跟那个，你刚刚打那个冲啊，我以为想说找到啦，太夸张了吧？得人，得人。回到重生点世界看一下吗？村庄里。回到重生点的村庄看一下，你看那边干嘛？那边不是看过了吗？OK， 好，来，这是我们的重生点，村庄往这边走。应该是吧？是这边吗？不是欸，好像不是这里欸。那这边有蜂窝吗？不，怎么那么难？哦，在这里啦，村庄在这啦。欸、靠，好像是另外一间村庄哎、欸，这是哪里呀、啊？这个是另外一个很多猫的村庄吧？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
我迷路了，这里是哪里？我又是谁？不是这啊！完了，我彻底迷路了，很彻底耶！看一下哦，地下有没有插火吧，就知道了。完了，这是哪里？我只是一直抱怨说，一个人生存到底在生存什么啦，很无聊啊，然后东打西打就找到村庄了。哎，不行，我不知道在哪里了。哇，叽叽。还有蚊子来烦我，走开！看来是不妙了。看来是，对啊，自己放蜜蜂出来吧。哎，这太难了啦！怎么难呐、啊？放一只蜜蜂出来结束这回合啦！哎，好难哦。你吗？有吗？没有。生气。你有麦风草吗？不是，如果我刚刚在想说，我把种子码存下来。然后输入一样的种子嘛进来，但是我找不到刚刚村庄在哪里啊？死后重生点变随机了，可是我刚刚死掉在同一个位置欸。不可能死后重生点随机啦。那我死掉如果突然蹦在丛林里面怎么办？对吧？蜜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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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蜜蜂，我要蜜蜂。蜜蜂，蜜蜂，好累哦。虽然看绿色对眼睛好啊，可是我觉得眼睛有点痛啊。有人跟你说过了，说过什么？繁花森林最常见，其他比较渐进。S E E D，来，种子嘛，复制剪贴到。来，请找到，跟我讲说 TP 在哪里，拜托。
繁花森林最好找，可是我刚刚出海也错过繁花森林了啊，来不及了，那时候没看清楚。靠，他自己开的啦，我才刚贴不到几秒钟欸。哇，这个太屌了吧，这个我喜欢。珊瑚，你是在繁花找到的，还是在平原找到的啊？谁会知道蜜蜂那么难找？我以为蜜蜂会比狐狸哦。这个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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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机会吗？有机会吗？啊！白痴哦，我在干嘛？继续。噔。繁花又有太阳花，这么完美的地方。总该有蜂巢吧？看一下坐标，619，然后负36000，哎，3675。嗯，有没有蜜蜂在叫啊？太难，而且繁花森林树太多了吧，很难找欸。蜜蜂嗡嗡声，注意，我们来找吧。你被我遇到咯，蜜蜂，你在哪？蜜蜂嗡嗡声，哪里呀？咦？快点，眼力大考验！不会在旁边吧？感觉离开了欸，这边没叫声了。蜜蜂嗡嗡声。不是啊，怎么叫一下就不叫啦、啊？再嗡几声，哦呀，左边，这附近，鸡叫声。啊，我手上应该拿花的。啊，找到啦！去死啊！哎、欸，啊，只咬一下、哦。嘿。啊，等一下，我记得蜜蜂攻击完之后是不是会死掉？哎、欸，咬我！哎、欸，我是死不了啊！咬我！拜托你咬我！求你啦！求你了！你是不是也要想咬我？快点！你是不是还有吃？咬我！蜜蜂不会一直攻击哦。他屁股都真没了啦，他屁死掉了啦。哎，哎。
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和好，你不能死哦，说好了哦。你如果没有死的话，我把这把石剑送给你，来，给你。你不能死哎、欸。只要等隔天了啦！我怎么哦？那是先行版吧？就是蜜蜂会一直去攻击，不是吗？糟糕了！他会重生吧？不会，不会不重生的吧？还是我可以自己盖蜂巢？蜂巢怎么盖？用剪刀吗？哇哇哇哇哇！麦克风！啊，小狗！敲到麦克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有蜜蜂了。那可以把它敲走，然后盖蜜蜂出来吗？蜂巢怎么做？可以吗？啊，我干嘛吃肉，白痴哦！你怎么找的？你好 ，BP 七五一六，这不是在附近吗？欸、阿飞，你也太猛了吧！你怎么找的啊，白痴哦、喔！差一滴耶！等一下，为什么只有两只蜜蜂？阿飞，再帮我找一个，拜托，求你了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我们再生一个小蜜蜂。这样就完美了，过来，哎、欸，过来，趁你还没死，趁你还没死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啊，刚刚是蜜蜂嘞 ，Hello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！我刚刚是不是应该剩半颗心再去打他们的？哎、欸，又有蜜蜂嗡嗡声哎！等一下、喔，白痴，苦力爸不是你，有啦，来吧，终于我们可以关台了，感谢各位收看，看了我不知道这一个多小时在干什么，感谢大家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影片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好啦，好累哦，拜拜。